前面讲到佛陀的身相，我们如何来了解佛陀的身相？佛陀有不同的身体，那么究竟见到什么样的身才是代表着佛陀的真身？代表着佛陀的真身。其实这个问题如果对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来说，其实它也隐含着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个严肃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我是谁，你是谁，究竟什么代表着你，究竟什么代表着我，我的色身能代表我吗？我的名字能代表我吗？我的身份能代表我吗？那同样，我们认识佛陀，佛陀的名字能代表佛陀吗？佛陀的色身能代表佛陀吗？佛陀的这个塑像能代表佛陀吗？如果都不能代表佛陀的话，那么究竟什么能代表佛陀？那这个问题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我的名字能代表我吗？我的身体能代表我吗？我的身份能代表我吗？如果这些都不能代表我的话，究竟什么代表着我？是不是啊？这个问题里边，它就隐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的问题。正确的认识佛陀的身相，那同时也意味着就是在认识我们自己，也是在认识我们自己。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有相之身不为大，无相之身乃为大。悉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一意银河，自身为大佛。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所非身，是名大身。那么这里问呢，这个佛陀问须菩提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譬如有人，这个是譬如了，这个打比喻了，有一个人，他的身体啊，就像须弥山那么大，像须弥山那么大，一银河，你看一看，四身为大佛，你觉得这个身体大不大？这个身体大不大？须菩提言：甚大世尊。须菩提说：哇，大，真是非常非常的大。你想一个人的身体啊，有这个须弥山这么大，或者说我们说有喜马拉雅山这么大，你说这个人的身体大不大？当然是很大的。须菩提言：甚大世尊，很大很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
那接下来，这个须菩提呀，这个进一步的来演绎这个所谓大的一个概念，一个大的概念，什么样的身才是最大的身？佛说非身是名大身，非身，这个非身就是超越有相的、有限的身体，这个身体才是最大的身体。非就是空，空性的，非就是空嘛，就是我们了解到这个身体，就是这个身体的本质就是无自性的，是空的，以这个空，空性所建立的身体，这个身体才是最大的身体。所以有相之身，这个身体如果是有相的，即便再大，再大也是有限啊。我们说地球大不大？地球很大。我们说银河系大不大？银河系，哦，当然很大了。可是银河系在这个宇宙里边啊，它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有限的身即使再大，终归还是有限的，终归还是有限的。那么无相的法身，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无相就是无限，空性，空性是无限的存在，那以这个无限的存在的空性所建立的身体就是法身了。所以法身才是真正的大，法身是无限的，而色身终归是有限的，不能真正的，不是真正的大。接下来要说明，就是不可以不以色相见如来。第三个问题，须菩提，依意云何可以32相观如来否？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32相观如来。佛言：须菩提，若以32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即是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不应以32相观如来，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须菩提，意云何？可以32相观如来否？佛陀又再进一步的问须菩提：可以32相观如来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32相，那就是佛陀的这个身相，根据印度人他认为最高贵的这个相貌啊，就是32相。那么如来呢，佛陀啊，这个他就具备有32相，就是一种大福德啊，贵相，是贵人之相。那除了佛陀有32相以外，转轮圣王也有32相，所以就是贵之极也。印度认为转轮圣王就是他是这个最理想的金主，就像我们儒家讲的内圣外王，理想中的金主，在印度称为转轮圣王。转轮圣王也有32相。那么佛陀就问须菩提的，能不能说这个见到32相啊，就等于见到如来的？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32相观如来。那么前面说不可以色相见如来，这里为什么又须菩提的回答又言如是如是呢？那么有人说，前面呢是根据法身。法身是不可以色相见的，那么这里呢是根据色身，
根据色身来说的，所以须菩提言回答如是如是，是啊是啊。从色身上来说，那确实就是说见到三色相就等于见到如来了。那么佛言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即是如来。那么佛陀就进一步对须菩提说的，如果以三十二相观而来啊，你说见到三十二相就等于见到如来，那就是转轮圣王也称为如来的。因为转轮圣王啊，也是三十二相。那么须菩提呢，听了佛陀这么说了之后啊，须菩提又进一步谈了自己的体会。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按我这个听了佛陀的开示之后，根据我的理解，根据我的理解什么意思呢？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也不可以，就是说我们见到即便是如来的色身，我们也不可以把这个三十二相，具备三十二相的色身当作真正的如来，即便在化身的这个层面，也不可以把具备三十二相的色身当作如来，就是色身同样我们也不可以把它只以为是如来。因为如来真正的如来的真身啊，是法身，而三十二相的色身呢，它只是一个因缘的假象，是无常生灭变化的。那么接下来世尊为我们开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句子：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世尊说，如果有人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就是如果有的人以色身执着如来的色身为如来，或者执着如来的音声为如来，把如来的音声当作如来，或者把如来的色身当作如来，就是住在这个色的相上面，住在这个音声的相的上面。金刚经在讲到布施的时候就说到，不可以不住色身心，不住声香味触法身心。那我们现在如果执着在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上面，以这个色啊，如来的色身或者如来的音声为如来啊，那么佛陀说，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那么这个人呢，他是行的是邪道，不能见到真正的如来，因为他的内心已经陷入到这个就是色身的执着上面去了，就是外向的执着上面，就不能够见到真正的如来。因为当我们陷入到对色和身的执着的时候，就不能够如实的通达色和身的它的背后的空性，背后的空性，所以呢，这样呢就不能够见到真正的如来。那么这个是讲到，就是不可以色相见如来，不可以色相见如来，不可以以为，包括这个我们见到佛像，也不能说这个见到佛像就是见到如来的，也不可以。不可以以为见到如来的色身就见到如来了。但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色身的存在是有它的价值的，我们可以通过对色身来就是对佛法升起恭敬心，就是它的作用，它也不是没有作用的。第四，如来具足相好庄严，如来具足相好庄严。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
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依法不所断灭相。那么这一段来自于就是第27分的经文。我们前面这个几个地方讲到这个如来的色相不是真实的，也不可以以为见到如来的身相就等于见到如来。那么有的人听了这样的一些说法之后啊，他可能就会产生这么样的一个想法，那么是不是说如来这个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只有无相的法身，没有有相的色身呢？就是有人产生这样的想法。所以佛陀呢，针对人们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进一步的说明，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不要这样想，你也不要认为如来他不以具足相故，如来没有相好庄严，如来只有这个空性的法身，而没有具足这个三十二相的色身，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来是有法身有色身，那么这个两种身里边呢，法身才是如来的真身，但是色身呢也是如来呀，它成为如来的这种这个福德因缘所招感的，福德因缘所招感的。所以如来是有两种身，有色身有法身。我们在说到色身不是真身的时候，并不等于不要色身，或者否定色身的价值，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如果否定色身的价值，否定色身的存在，那么这个如来就不圆满了，他就不圆满了，证的偏空涅槃。偏空涅槃那不是跟声闻人一样的，就是但是如来是圆满的，圆满的如来那就是有体有用，有根本智有后德智，有体有用，有色身有法身，那么这个就是像道次第里边说的，方便以会成佛缺一不可，修智慧所以成就法身，修方便所以成就色身，就是所以像般若里边有般若度，还有前五度，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有前五度。那么因为这个六度四岁的修行，所以如来啊既成就了色身也成就了法身。所以你不要认为因为前面我们否定这个，就是说到这个色身啊色相非真啊，你不要由此就否定了如来是没有色身的，这是不对的。所以说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须菩提莫作是念，你不要这样想，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成佛的时候是没有色身的，只有法身的，那是不对的。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如果你认为成佛成佛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什么相啊什么都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这些一切因缘假象，一切缘起的这些现象都不复存在的，那么这是不对的。所以佛陀告诉这个须菩提，你不要这么认为，就是佛陀他证的空性，证的法身，那么同时呢也证的也成就的无量福德依报庄严，成就无量福德，成就依报庄严。那么金刚经呢，它是作为一部
就是直接开显空性的经典。他对这种缘起现象的否定，事实上是要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这个空性，更好的认识空性。事实上《金刚经》所否定的也不是缘起的现象，而是否定的是我们在缘起的现象上所产生的执着。比如说度众生的这样的事情，在缘起现象上的这个度众生的行为，这个其实在世俗地的意义上是有的，在世俗地的意义上是有的。没有的是什么呢？没有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度众生的这个行为里边所产生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少子相所产生的我执、法执。也就是说，这个从中观的角度来说，这个他否定的是自性见；从唯识的角度来说，他否定的是我法二执。我法二执那么对缘起的因果他是不否定的。所以说你不要认为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就是成佛的修行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修行里边是没有一些缘起因果的，只是证的空性啊，这是不对的。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依法不说断灭相。发菩提心的人是不会说断灭的，他不会否定缘起因果。他一方面要我们去认识空性，那另外一方面呢，同时也要肯定这种缘起因果的存在。所以作为成佛的修行啊，他是法身与报化身同时记住。那么这样呢才是有体有用，空有不二。有体有用，空有不二。否则的话呢，那就是偏空，偏向一边啊。接下来第五个问题就是离相见如来。离相见如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在第五分里边说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见到如来呢？金刚经给我们一个非常简明的说法，若见诸相非相，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认识一切相的时候，面对五欲六尘的相、色声香味触法的相，在面对这一些相的时候，我们要这个认识到这一些相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空性。那怎么样才能认识到这一切相的本质空性呢？那就是我们要通过缘起的智慧来观察，我们了解到这一切相都是缘起的，都是无自性的，空的。缘起、无自性、空，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之后，然后就能契入空性。缘起、无自性、空，空性，它应该是这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平常的人，当我们面对一切相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够用缘起的智慧来观察，我们会是带着一种遍计所执去认识。那么在认识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就会在这个相上升起我执、法执，然后产生烦恼。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相啊，事实上是被我们改造掉的相，我们看到我们就不能看到这个相的这个它的真实的面目。那么现在我们学习佛法呢，事实上就是要学会用佛法的
这个智慧，也就是学会用缘起的智慧来观察一些相，了解到一些相都是没有自性的，都是空的，它的存在只是一种因缘的假象。当我们能够做这样的观察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啊，空性的智慧就会升起。我们内心空性的智慧就会升起。当我们的内心空性智慧升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见到空性，就能见到如来，如来的真身。如来的真身事实上就是以空性为身，以空性建立的身体就是法身。就是法身。所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我们这里还引了一个第14分的，离一切相即名诸佛。离一切相，佛陀佛是觉者。所谓觉者呢，事实上就是超越了对一切相的执着，不染着于一切相。我们说到这个般若智慧啊，它这个在作用上来说，它其中具有染照无住的作用。它可以这个觉悟的智慧，它能够帮助我们通达空性，能够断除烦恼。同时呢，它具有离一切相，离一切相的这个功能。所谓离一切相什么意思呢？就当我们在认识一切相的同时，又能够心不会懒惰散气。我们平常的人啊，我们在认识一切相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心有所住，就会心有所住，就会生起懒惰。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开发出我们内在的空性的智慧，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我们安住在这个般若智慧上，当我们面对一切相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会懒惰了。因为般若的智慧啊，它的特点就是无所得，就是无住。所以离一切相即名诸佛，你能够做到离一切相，离开一切这个就是心不懒惰在相上的时候，那么这种能力就是成佛的能力。所以说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所以这个怎么样才能见到如来，就是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如来有两种身，有色身，有法身。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就是真身法身才是如来的真身，色身并不是真身。第三，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我们认识这个如来的真身法身，其实呢也是可以就是透过色身去认识，透过色身去认识。也就是当我们见到如来色身的时候，我们能够不执着于色身，那么色身的当下就是法身。所以要诸相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离且相即名诸佛。你不执着于色相，那么这个色相的当下其实就是实相，色身的当下就是法身。当你懒着于色身的时候，那么色身就是色身，那法身你是见不到的，法身你见不到。所以《金刚经》为我们提供的非常重要的就是认识佛陀的智慧。那么这种认识佛陀的智慧呢，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认识自己的智慧。
我们去要去了解我是谁，究竟什么是代表着我，就是色身不是佛陀，色身也不是我，名字不是佛陀，我们的名字也不是我。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